母头这个是那个3/8英寸的那个母头，那我们的支架是也是3/8的公头。哦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支架呢，先旋紧，哦，这里把它旋紧，旋到这一支杆子不要动，然后把这里旋上去，哦，旋上去，哦，就这样子。那旋上去之后，请大家在这里把不要用这里用力的哈，在这里用力，再用力这个把这个地方卡紧。如果你在这边用力，它会空转就没有用了哈。在这里把它旋紧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的公螺牙还有几个没有锁进去，哦，因为 IM 的那个母螺丝比较短，那有剩下几个没旋进去是正常的，但是它是卡紧的。好，那卡紧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也是个开关，再把这个地方怎么样锁紧，啊，锁紧，那锁紧，那这样子这两个地方就紧了。最后再把这个马蹄支架呢，把它旋上去，把马蹄支架旋上去，马蹄支架比较重了哈，大家就有耐心的把它旋好，好要让它旋好。那时候把它立起来，那立起来之后发现，好像没有很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它稍微再修正一下，哦，一样，把这边卡紧，卡紧之后呢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全切面就要跟你这个基本上是平行的哈，那你把这个锁紧，也就是说这里、这里跟这里都要锁紧，好，那就完成我们的。